Keeper 的生日聚会。什么是聚会呢？过生日的时候，你会请很多很多的朋友来你家，对不对？这个时候就是聚会，生日聚会，生日 party。 好的，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今天是 Keeper 的生日， Keeper 收到好多礼物，这里少了一个到字，应该是收到好多礼物，有很多很多礼物。 Keeper 还想邀请同学们来家里为他庆祝生日。你可以看到 Keeper 在这里，旁边这些人是谁呢？他在哪里呢？ Keeper 在家吗？ Keeper 不在家。 Keeper 在学校，对， Keeper 在学校，这个人是他的老师，这些孩子是他的同学，他的同学，所以他想邀请同学们来他家为他庆祝生日。Biff 拿来了好多气球，我们来数一数，一共有几个气球？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共有十个气球。妈妈呢？妈妈做了一个生日蛋糕，生日蛋糕。但是妈妈看上去好像不太高兴，有可能她做的蛋糕没有做好。你还记得这两个房间分别叫什么吗？这个房间叫什么？这个房间叫做厨房，厨房。这个房间呢？这个房间是 Beef 和 Keeper 还有 Chip 家的客厅，客厅，客厅。爸爸想吃一个三明治，你看，爸爸想吃一个三明治，妈妈说，不可以，不可以。爸爸在做什么？爸爸这一只手想吃三明治，另外一只手呢，他在倒洗衣粉，这个动作叫倒，倒洗衣粉，洗衣粉。下面这个东西呢，叫洗衣机。洗衣机，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他们家的什么地方？是哪个房间？这是他们家的厨房，厨房。孩子们来了，他们每个人都带了生日礼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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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每个人都带了生日礼物，每个人都带了生日礼物。爸爸想玩游戏，爸爸想做游戏，他想玩游戏。孩子们呢？孩子们不想玩游戏，他们想看电视，他们想看电视。电视在哪里？这是电视。电视，孩子们想看电视，看电视。妈妈买冰淇淋回到家，发现厨房里到处都是泡泡。什么是泡泡呢？你看，泡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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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全都是泡泡，到处都是。到处都是，到处都是泡泡，到处都是泡泡。这是哪个房间？这是厨房，厨房。妈妈去买什么了？妈妈去买冰淇淋，冰淇淋。妈妈去买冰淇淋，回来之后发现到处都是泡泡，厨房里到处都是泡泡。孩子们一起玩泡泡，玩泡泡，太好玩了，孩子们说，太好玩了，孩子们很喜欢玩泡泡。你看，
这是 Keeper Chip 还有 Beef 家的邻居，还有他邻居家的狗，他们也来看大家在做什么。泡泡没有了，泡泡没有了，孩子们还想玩泡泡。孩子们说，我们还想玩泡泡。孩子们说，去理发店。 Keeper 的头发太长了，爸爸想给他理发。爸爸用梳子给 Keeper 梳头发， Keeper 疼得大叫，哎呦，爸爸你轻点儿。 Keeper 不喜欢理发，也不喜欢别人给他梳头发。爸爸只好带 Keeper 去理发店。这是 Keeper 第一次去理发店。Keeper 觉得在理发店洗头发的感觉和在家完全不一样。理发店里有一种特殊的椅子，这种椅子可以让你把头靠在水池边，水不热也不凉，刚刚好。可是 Keeper 听到爸爸在旁边说，当心不要把泡沫弄到我眼睛里，哎呀，我的耳朵进水了。理发师问爸爸，请问你想给孩子剪成什么样子呢？爸爸想到 Keeper 那么不喜欢理发，而且理一次头发很贵，就说越短越好，剪短一点吧。另一个理发师问爸爸，您想剪成什么样子呢？爸爸犹豫了一下说，和我儿子一样，越短越好。 Keeper 和爸爸很喜欢他们的新发型，头发变短了，洗头发就方便多了。妈妈一打开门，看到 Keeper 和爸爸的头发这么短，吃惊地说，天哪，你们的头发怎么这么短，就像被割草机割过了一样。哈，妈妈可真会开玩笑。爸爸笑着说。 Chip 的背包。 Chip 是谁呢？Chip 就是这个小男孩，他的名字叫 Chip。 妈妈和 Chip 来到玩具店，你看这里就是玩具店。在玩具店里你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玩具，比如飞机、宇宙飞船、机器人、帆船，还有小汽车。下个星期是 Keeper 的生日， Keeper 是 Chip 的弟弟， Chip 想给 Keeper 买一个新玩具作为生日礼物。玩具店里有好多好多玩具。 Chip 把他的书包放到玩具旁边，另一个孩子也把自己的背包放到了玩具旁边，他们的背包一模一样。 Chip 想买这个玩具火箭，你看火箭，玩具火箭，可是他找不到钱包了，他的钱包不在衣服口袋里。妈妈说，也许你把钱包放在背包里了，我去拿。妈妈走到玩具旁边，拿起了一个背包。这里有两个背包，哪一个才是 Chip 的背包呢？哈哈，妈妈拿错了，这个背包才是 Chip 的背包，左边的这个背包才是 Chip 的背包。可是那个背包不是 Chip 的，他拿错了。
另一个孩子也来拿自己的背包。 Chip 打开背包，发现背包里的帽子上写着 Nick。 天哪，这不是我的背包，我拿错了， Chip 说。 Chip 很着急，他的钱包还在那个背包里。妈妈带着 Chip 去找 Nick。 妈妈和 Chip 跑到服装店，你看这个服装店里面有卖帽子、西装、礼服，还有手套，这是一个服装店，那里没有 Nick 这个人。妈妈和 Chip 跑到餐馆找 Nick， Nick 也不在那里。最后他们在汽车站看到一个男孩，他的背包和 Chip 的包一模一样，这个男孩应该就是 Nick。 Nick 上了汽车，汽车马上就要开走了。妈妈和 Chip 在汽车后面大喊，快停下，汽车停了下来。你看 Nick 这个男孩子也打开了背包，发现背包里的帽子上写着 Chip。 Chip 和妈妈找到了 Nick。 你是 Nick 吗？这是你的背包。我不知道我们的背包一模一样， Chip 说。现在 Chip 可以去给 Keeper 买生日礼物了。好饿好饿的 Floppy。饿是什么意思呢？好饿好饿的 Floppy。 Floppy 又是谁呢？ Floppy 就是这只狗，这只狗的名字叫做 Floppy。 好，现在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故事。 爸爸妈妈带孩子们去露营，可是他们都不会搭帐篷。你看，爸爸和妈妈带着孩子们一起来露营。露营是什么意思呢？露营的时候我们要搭帐篷，我们还可以烧烤，我们可以一家人住在野外，这就是露营的意思。可是Beef 一家人好像不太会搭帐篷，他们都不会搭帐篷。你看，爸爸在想什么呢？这样吗？好像也不对。爸爸一边搭帐篷，一边想。妈妈，你看 Keeper， Beef 喊道。Beef 就是这个小女孩，她手指着一个方向说，妈妈，你看 Keeper。 Keeper 在哪儿呢？Keeper 在帐篷下面， Keeper 在这里。原来来露营的人很多，不是只有 Beef 一家人。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把帐篷搭好，他们的帐篷搭好了。你还记得吗？旁边这辆绿色的汽车是爸爸的汽车。爸爸的车是绿色的，你看，有各种颜色的帐篷，有蓝色的帐篷，还有黄色的帐篷，还有红色的帐篷，有大的，有小的，什么样的帐篷都有。可是你看 Floppy 好饿好饿，他必须现在就去找点东西吃。他饿了，他要吃东西。这里还有一个足球，足球。Floppy 看到一家人正在烧烤，你看这个人在做什么？他在烧烤。烧烤的意思就是把肉穿在一个竹签子上，然后在火上烤。烤着吃，所以叫烧烤。你看，
这一家人正在烧烤。好香啊 ,Floppy 想。好香啊。可是这个男人大喊。快走开，快走开。他非常非常的生气，是吗？ Floppy 只好跑开了。Floppy 看到一碗狗食，狗食在哪里呢？就在这里。一碗狗食是给狗吃的，所以叫狗食。好香啊 ,Floppy 想，好香啊。哦吼，在这个帐篷里面，你可以看到在帐篷的后面有一只很凶很凶的大狗。一只很凶很凶的大狗躲在帐篷后面。它突然跳了出来，汪汪汪，快走开，这是我的。Floppy 吓得跑开了。这只狗非常非常的凶，很凶很凶的大狗。Floppy 走丢了。你看，这里的帐篷全是黄色的，都是黄色的帐篷。你还记得爸爸的车是什么颜色的吗？爸爸的车是绿色的。Floppy 家的帐篷是什么颜色呢？是黄色的。为什么这里的帐篷都是黄色的？哪一个才是我家呢？Floppy 找不到自己的家了。Floppy 走进了一个红色的帐篷，你看帐篷是红色的。帐篷里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三个盘子，一、二、三，三个盘子。每个盘子里都放着很好吃的蛋糕，有一块大的，你看到了大的吗？一块大的，还有一块不大不小的，还有一块小一点的蛋糕。一共有三块蛋糕。Floppy 实在是太饿了，他吞下那块最大的蛋糕，可是他还是很饿，所以又吞下了那块不大不小的蛋糕。可是 Floppy 还是很饿，他把最后一块小蛋糕也吃了。吃饱了， Floppy 就想睡觉。帐篷里有三张床，一张蓝色的床，一张绿色的床，还有一张红色的床。 Floppy 在绿色的床上躺下来，这个床太软了， Floppy 想。 Floppy 跳上了蓝色的床，这个床太硬了， Floppy 又跑到了红色的床上。啊，这个床不软不硬，正合适。一个女孩和她的爸爸妈妈回到帐篷，你看他们去做什么了？我猜这个女孩刚刚去打羽毛球，羽毛球。妈妈可能去买了一些水果回来，刚刚买了一些水果回来。我的蛋糕呢？有人吃了我的蛋糕？阿妮娜说，这个女孩子的名字就是阿妮娜。突然这个女孩看到了 Floppy。阿妮娜是 Beef 和 Chip 的朋友，她认识 Floppy。Floppy, 你怎么会在这儿？阿妮娜说，她认识 Floppy。Floppy 为什么会在这里呢？阿妮娜把 Floppy 送回了家。回家了 Floppy, 看 Beef, Chip, 还有 Keeper, 你回家了。阿妮娜，你在哪里找到了 Floppy? 我们在到处找他， Beef 说。啊，阿妮娜告诉 Beef,Floppy 跑到他们家的帐篷吃了所有的蛋糕，然后在床上睡着了。这个贪吃的 Floppy, 谢谢你
把它送回来。Beef 说 ，Floppy 很高兴能回到家。你看 ，Floppy 很高兴的样子。大家聊天的时候 ，Floppy 又饿了。你看，爸爸妈妈还有阿妮娜的爸爸和妈妈，他们在聊天，他们在说话。Biff、Chip、Keeper 还有阿妮娜，他们也在说话，他们在聊天。大家都在聊天的时候，Floppy 看到了蛋糕，他又饿了，他又饿了。我们来看看桌子上都有什么。这里有一块大蛋糕，有一块大蛋糕。桌子上还有一瓶，也许是果汁，也许是牛奶，我也不知道，我猜的。桌子上还有一小瓶盐，还有三个杯子，一个勺子，一把刀。一把刀。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中文课，希望大家喜欢。滑冰 ，Beef 的飞机。谁是 Beef 呢？这个小女孩，她的名字就是 Beef。Beef 想坐一架飞机，你看这是什么？这是飞机。飞机要说什么？飞机要说一架飞机、两架飞机、三架飞机，所以 Beef 想坐一架飞机。妈妈帮他涂颜色，涂是什么意思呢？涂就是这个动作，涂颜色，涂颜色啊。我们可以用笔涂涂颜色啊，也可以用一个毛笔来涂颜色，对吗？我们涂颜色，妈妈帮 Beef 涂颜色。 Beef 的飞机像真的一样。什么叫像真的一样？是真的吗？不是真的，它像真的，它像真的一样。妈妈带孩子们到公园里玩。谁到公园里玩呢？哦，是妈妈和孩子们，是妈妈带孩子们到公园里玩。妈妈带孩子到哪里玩呢？到公园。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词，公园。哪里是公园呢？这里就是公园。公园。你家附近有公园吗？我家附近有一个很大的公园，有一个很大的公园。 Beef可以玩他坐的飞机。你看 ，Beef 在玩，在玩他坐的飞机，在玩。飞机越飞越高，越飞越高，越飞越高。飞机飞过了一棵树又一棵树，啊，你可以看到树，树这种东西，你要说一棵树、两棵树、三棵树，对吗？一棵树又一棵树。哦哦，你看 Keeper 摔倒了，摔倒了。飞机飞过了一座房子又一座房子，所以房子要说一座房子、两座房子、三座房子。你看这里有一座房子，还有一座房子，还有一座房子。哦，快看这个小鸟和飞机撞在一起了。我的飞机飞到哪里去了？ Beef 想。 Beef 的飞机丢了，他在找他的飞机。大家都在帮 Beef 找飞机。 Beef 是一个人在找飞机吗？他一个人吗？不是的，爸爸在帮 Beef 找飞机，妈妈在帮 Beef 找飞机，还有 Chip 也在帮 Beef 找飞机。所以我们可以说大家都在帮 Beef 找飞机。大家都怎么样？大家都怎么样？
飞机也不在这里，飞机怎么都找不到啊！这个 Beef 还有妈妈还有Chip Keeper 他们都找不到，怎么都找不到。Beef 的飞机丢了，他很难过，他很难过。他一个人上楼，他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哎，你不高兴的时候，你也希望待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对吗？Beef 发现他的飞机就在卧室的床上，就在卧室的床上。飞机在哪里呢？飞机在床上，在谁的床上？在 Beef 的床上，对吗？在 Beef 的卧室的床上。飞机是怎么进来的呢？飞机是怎么进来的？哦，原来飞机从窗户，窗户，你看到了吗？这里有个窗户，从窗户飞进来了，从窗户飞进来了。你看，我现在就坐在窗户的旁边，我坐在窗户的旁边。我为什么喜欢坐在窗户的旁边呢？因为这里的光线很好，这里的光线很好，你看有阳光，我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可以说光线很好。Beef 高兴地说，我找到我的飞机了，我找到我的飞机了。我们经常也会说，哦，我找到我的钥匙了，我找到我的手机了，我找到我的身份证了，我找到我的银行卡了。这都是很好用的句子。我找到我的什么什么了，我找到我的什么什么了。嗯，好的，这就是今天的故事。在这个故事的结尾还有几个词汇，大家可以来试着跟读。第一个是飞机，对吗？飞机，飞机。第二个呢，这是什么机？这个是洗衣机，对，洗衣机。什么叫洗衣机？叫洗衣服的机器，对不对？机是表示机器啊，洗衣服的机器。这个呢，这个是手机，手机，手机，对，是拿在手里你可以打电话的，这个手机，手机。所以因为我们用到了两个字，一个是洗，对不对？一个是洗，一个是机。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又造了一个新词，还有一个新词叫做洗手，洗手。对，我们每天吃饭之前要洗手，我们上完洗手间要洗手，对吧？洗手。洗这个动作其实非常常用，我们还可以洗什么呢？比如我们还可以洗洗脸，我洗脸，对，我每天都要洗脸，对，每天洗脸，然后刷牙，这个动作叫刷，对不对？刷，这个动作叫洗脸。我还可以洗什么呢？我还可以洗头，洗头，洗头，洗头。我还可以洗什么？我还可以洗澡，洗澡，洗澡。对，洗澡。所以这都是比较常用的词汇。今天爸爸带 Wealth 去滑冰，可是 Wealth 有点紧张，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来滑冰场了。滑冰场， Wealth 一走上冰面就更紧张了。爸爸说， Wealth， 你可以拉着我的手，慢慢来，不用急。 Wealth 走得很慢很慢，终于拉到了爸爸的手。 Wealth 觉得滑冰可真难，他的脚总是扭来扭去的。爸爸拉着 Wealth 的手慢慢向前滑，扭来扭去。 Wealth 练习了一会儿，可以滑出
一小段距离了。爸爸竖起大拇指 ，Wolf 真棒。Wolf 刚想转过身，就摔倒在了地上。Wolf， 你没事吧？疼不疼 ？Wolf 笑着说：“有点疼，没关系。”Wolf 爸爸对 Wolf 说：“看我的！”爸爸可以穿着滑冰鞋转圈，转圈，还可以高高跳起来，跳起来。哇，爸爸，你太厉害了 ！Wolf 对爸爸说。爸爸和 Wolf 来到滑冰场的餐厅休息。滑冰场，餐厅，滑冰场的餐厅。爸爸买了两听可乐。Wolf 突然大叫。爸爸，小心！可是已经太晚了。这里应该是可是，不是可以。Wolf 把爸爸扶起来，爸爸才看到了地上的香蕉皮。香蕉皮，照顾奶奶。也许你已经发现了，我们讲的很多故事都来自 Beef Cheap Keeper 这个书的系列，叫做 Oxford Reading Tree。 我其实也在教小朋友们英文，我发现这些故事非常适合大家来学习语言，所以就把这些故事翻译成了中文，希望你们喜欢。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吧。Beef 要和爸爸去度假，奶奶在家照看 Floppy。Beef 就是这个小女孩，这是 Beef 的爸爸。你看 ，Beef 的爸爸在挥手说再见，再见。奶奶也在挥手说再见。奶奶在家照看这只狗，照看 Floppy。可是你可以看到 Beef 还有他旁边的 Chip 看上去不太高兴，也许他们不想把 Floppy 留在奶奶家。而且爸爸的车上有很多很多的行李，你可以看到在车的上面有一个很大的行李箱，在车座的后面有很多的行李，有行李箱还有包。奶奶带 Floppy 去散步，奶奶带 Floppy 去散步，奶奶和 Floppy 玩，他们两个玩什么呢？啊，奶奶和 Floppy 玩球。奶奶有一辆红色的摩托车，上车 Floppy。奶奶说，啊，奶奶原来会开摩托车。奶奶戴上了摩托车头盔，这个东西就是头盔，摩托车头盔。Floppy 不喜欢坐摩托车，你可以看到 Floppy 的表情，他看上去不高兴，他不喜欢坐摩托车。奶奶开得很快， Floppy 害怕极了。你待在摩托车里，我很快就回来，奶奶说。你可以看到，奶奶把摩托车停在了沙滩上，这里是沙滩，在沙滩上还有船，有很多的船。在沙滩的旁边，你还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房子，有人们在散步。可是，海水
越来越高，海水越来越高。 Floppy 害怕极了，我必须找到奶奶。 Floppy 在想，我必须找到奶奶。 Floppy 跑去找奶奶。你可以看到这是一家书店，因为他卖书所以叫书店。 Floppy 跑得很快，他来到一家肉店，奶奶不在那里，奶奶不在肉店。你看肉店的老板非常的吃惊，他手里拿着一把菜刀，菜刀。肉店的老板很生气，他大喊，快出去！他非常生气，他不喜欢狗跑到肉店去。这家肉店卖什么肉呢？这里卖鸡肉，我猜这个应该是牛排，卖鸡肉、牛排，各种各样的肉。Floppy 吓得跑出了肉店。Floppy 到处找奶奶，他来到一家面包店，奶奶不在那里。这家面包店卖什么面包呢？你看，有法式的长棍面包，法式的长棍面包，还有羊角面包，羊角面包就是 croissant， 羊角面包。这里还有各种各样的生日蛋糕，生日蛋糕。面包店的老板也很生气，他大喊，快出去！这里的大应该是女，这里的她应该是女字旁的她，因为这是一位女士，所以这里应该是女字旁的她。 Floppy 吓得跑出了面包店，他嘴里还叼了一个面包，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找到的这个面包。但是你可以看到面包店的老板非常生气，他不喜欢狗跑到面包店去。最后 Floppy 在一家帽子店里找到了奶奶。奶奶在做什么呢？奶奶在买帽子，她对着镜子看看这个帽子，再试试另一顶帽子，哪一顶比较好看呢？帽子店的老板也很生气，他大喊，快出去！他也不喜欢狗跑到商店里面来。可是 Floppy， 你看，他在对奶奶大叫，哇哇，他在叫奶奶。奶奶听到了吗？奶奶听到了。奶奶看到 Floppy，想起了他的摩托车，为什么 Floppy 会在这里？ Floppy 在这里，我的摩托车呢？啊，奶奶看到了 Floppy， 想起了他的摩托车。奶奶跑出了帽子店，可是奶奶忘了把帽子还给这个帽子店的老板，所以她戴着这顶帽子跑开了。帽子店的老板大喊，我的帽子，我的帽子。你看，他手里拿着奶奶的头盔，奶奶的头盔。这家帽子店卖各种各样的帽子，都有什么帽子呢？你看，有男士的帽子，也有女士的帽子，有圣诞帽，圣诞老人圣诞节戴的帽子，圣诞帽。奶奶找到了她的摩托车，她把车子从海水里推了出来。谢谢你 Floppy， 你救了我的摩托车。哈哈， Floppy 很高兴奶奶终于回来了。你看这个人是谁？这位女士不就是刚才帽子店的老板吗？帽子店的老板跟着奶奶一起来到了海边，
因为他想拿回他的帽子。他还帮奶奶拿着他的包和头盔。旁边有几个人跑了过来，他们很好奇奶奶在做什么。你可以说这些人跑来看热闹。看热闹的意思就是好奇发生了什么，我也想知道，所以跑过来看热闹。奶奶给 Floppy 了一根大骨头，大骨头，因为我们都知道狗喜欢吃骨头。她还给自己买了一个冰淇淋。奶奶给妈妈打电话说，不是我照顾 Floppy， 是 Floppy 照顾我。妈妈在做什么呢？你看，妈妈戴着墨镜，应该也在海边的沙滩上。她坐在沙滩的躺椅上晒太阳。她在度假，她在度假。妈妈最开始想让奶奶来照看 Floppy， 但最后却是 Floppy 照顾奶奶。去海边度假，你喜欢去海边度假吗？现在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故事吧。爸爸妈妈带孩子们去海边度假。 Wilf 和 Wilma 是 Beef 和 Chip 的好朋友。你知道这些孩子当中谁是 Beef， 谁是 Chip 吗？你可以看到这个女孩子，她就是 Beef， 而这个男孩子的名字就是 Chip。 这个小男孩是他们的弟弟，他叫 Keeper， 而这两个孩子是 Beef 和 Chip 的好朋友。高个子的这个孩子是姐姐，他叫 Wilma， 个子稍矮一点的这个男孩子的名字叫做 Wilf， 他是弟弟。他们来到了提前预定的酒店，可是旅馆发生了火灾，房子被烧毁了，一家人要怎么办呢？你看，这就是他们预定的酒店，但是因为这个酒店很小，所以我们把小的酒店称为旅馆。你看，旅馆的主人非常抱歉地说，对不起。所以 Beef 一家人只好另找住的地方。他们来到了另一家酒店，你可以看到这才是真正的酒店，因为这个酒店要比刚才的这个要大得多，小的我们叫旅馆。这种比较大的酒店才称为酒店。你可以看到在酒店的上面插着很多国家的国旗，有法国的国旗、德国的国旗、美国还有英国。这家酒店可真大，孩子们兴奋极了。你可以看到Chip 和 Keeper 非常的高兴，但是爸爸妈妈高兴吗？爸爸妈妈觉得太贵了，他们不能住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人，他穿着制服，做出了请进的样子。这个人的工作叫做门迎，门迎。你还可以看到这个人戴着一副眼镜，他抽着雪茄，戴着金色的手表，看上去很有钱的样子，很有钱的样子。这位女士呢，她穿着一双高跟鞋，手里提着手提包，而且戴着金色的耳环，看上去很有钱的样子。他们找到了一家又老又破的旅馆，
这个旅馆到底有多老，有多破呢？你快看，这个旅馆上面的招牌都快要掉下来了，已经坏了，快要掉下来了。而且院子里到处都是垃圾，特别难闻，还有三只凶巴巴的大猫。看，一、二、三，三只凶巴巴的大猫。凶巴巴是什么意思呢？凶巴巴的意思就是很凶狠，很凶恶的样子。我们也可以形容一个人是凶巴巴的，比如你看门后的这个老太太，看上去就是凶巴巴的。孩子们其实已经非常累了， Chip 在这里打哈欠，哇，他已经很累了。弟弟 Keeper 看上去也很累了。 Wolf 呢，他捏着鼻子在说，臭死了。我猜 Beef 在说，真恶心，你看他伸着舌头。所以他们只好继续找酒店。现在他们来到了几家酒店的门口，可是所有的酒店都满了，这该怎么办呢？孩子们不想就这样回家了，他很失望的样子。半路上，爸爸的车又坏了，你看从车里冒出了白烟，白色的烟。哦哦，我们可真倒霉，孩子们想。就在这时，远处来了一辆拖拉机，你看，这就是拖拉机。拖拉机从远处慢慢地开了过来，这位农夫停下了拖拉机，问，你们需要帮忙吗？妈妈说，您好老先生，您知道这附近哪里有修车的地方吗？我们的车坏了。另外，这附近有住的地方吗？我们是来度假的，可是酒店全满了。这位老人，他就是农夫。我怎么知道他是农夫的呢？因为他开着一辆拖拉机。因为他要在田地里面工作，所以他开着拖拉机。老先生把大家带到了自己家，在他家的院子里有一辆旧公共汽车改造的房子。你可以看到，这是一辆双层巴士，我们可以叫公共汽车，但是因为它有两层，一层两层，所以也叫做双层巴士。老先生说，你们可以住在这里，我家太小了，所以我改造了一辆公共汽车，用它来招待朋友。我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汽车旅馆，真是个好名字。在花园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张桌子，还有一个沙发椅，还有一个沙发椅。在草丛里面有一只兔子，有一只兔子。而且这个花园就靠着海边，景色非常的美。孩子们高兴极了，他们不仅找到了住的地方，还可以在汽车旅馆前放风筝，踢足球。爸爸妈妈非常的悠闲，妈妈在喝果汁，爸爸坐在躺椅上看书。这种椅子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躺椅，因为你可以半躺着坐在上面，也可以叫做折叠椅，因为它可以折叠起来。虽然这次旅行一开始遇到了很多麻烦，但是结果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好。可怕的夜晚，你看，现在窗户外面是白天还是晚上呢？你可以看到有星星，天也是深蓝色的，
所以是夜晚，是晚上。可怕的夜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现在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故事。 Biff 和 Chip 要去奶奶家待一个星期。你看，这个房子不是 Chip 也不是 Biff 的家，这是谁的家呢？是谁的房子呢？是 Biff 和 Chip 奶奶的房子。他们要去奶奶家待一个星期。一个星期是多少天呢？我们一起来数：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还有星期日。你也可以说星期天。一共七天，这是一个星期。也就是 Biff 和 Chip 要去奶奶家待七天的时间。要听奶奶的话，妈妈说，你看妈妈走之前向他们招手，要听奶奶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be kind, so sage, 要听奶奶的话，不可以调皮。奶奶说什么？别担心，奶奶说。奶奶的房子很小，只有两个卧室，一个卧室是 Biff 和 Chip 的房间，另一个卧室是奶奶的房间。他们现在在哪个房间呢？他们现在在 Biff 和 Chip 的卧室，在他们两个的卧室。你看，这里有两张床，你也可以说有两个床，两张床。Biff 喜欢门旁边的床，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门，这里有一个门。Biff 喜欢门旁边的这个床。Chip 呢？Chip 喜欢这张床，这张床靠着窗户，靠着窗户。Chip 喜欢窗户旁边的床。所以我想问你的是，你的床是靠着门呢，还是靠着窗户？或者我也可以说，你的床在门的旁边，还是在窗户的旁边呢？我的床在窗户的旁边。奶奶带 Biff 和 Chip 去散步，去散步。小树林的路边有好多黑莓，有好多好多的黑莓。这是什么呢？你都知道哪些水果跟莓这个字有关系的？比如我喜欢吃草莓，你喜欢吃草莓吗？草莓，还有蓝色的蓝莓。这个水果呢是黑色的，它又是莓的种类，都属于莓，所以叫黑莓，黑莓。奶奶给 Biff 和 Chip 一个塑料袋，塑料袋。在前面几节课当中，你们学了背包，还学了书包。今天我们要学的这个是塑料袋，塑料袋。什么是塑料呢？塑料的意思就是 plastic, plastic, 塑料。所以是一个袋子，用塑料做的，叫塑料袋。奶奶说，你们摘一些黑莓，我们可以做黑莓果酱。摘一些黑莓，你看我摘，摘黑莓，摘苹果，摘草莓，摘蓝莓。摘就是这个动作，摘什么东西，摘水果。为什么要摘黑莓呢？因为我们可以做黑莓果酱，黑莓果酱。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果酱呢？有很多很多种果酱，比如说有苹果做的果酱，有草莓做的果酱，有各种各样的果酱。奶奶做了很多黑莓果酱，很多
黑莓果酱，现在你知道果酱是什么了吗？啊，很多黑莓果酱。Beef 和 Chip 也来帮忙，也来帮忙。Chip 在旁边写，他在写什么呢？写标签，写果酱的标签。你看，每一瓶果酱上都有一个标签，有一个标签。Chip 在做什么呢？Chip 在舔，舔什么？舔勺子，舔勺子。勺子上有什么？勺子上有很多果酱，有很多剩下的果酱。Beef 在舔勺子上剩下的果酱。奶奶一共做了9瓶，我们一起来试着数一数：一瓶。2瓶，3瓶，4瓶，5瓶，6瓶，7瓶，8瓶，9瓶，一共有9瓶果酱。奶奶说：“你们可以带一瓶回去给 Keeper，再带给 Wolf 和 Wilma 一人。”一瓶。我再来读一遍这个句子。奶奶说：“你们可以带一瓶回家给 Keeper，再给 Wolf 和 Wilma 一人带一瓶。”Keeper 是谁？Keeper 是 Beef 和 Chip 的弟弟，他叫 Keeper。Wolf 和 Wilma 又是谁？Wolf 和 Wilma 是 Beef 和 Chip 的好朋友。如果你不认识这三个人的话，请你翻看之前的中文故事的视频。孩子们喜欢奶奶的房子，这是一个老房子。老房子里有一个壁炉，壁炉，你看，这个东西就是壁炉。你家的房子里面有壁炉吗？我家的房子里面没有壁炉，因为我住在楼房里。我家住的是楼房，没有壁炉。Beef 帮奶奶生火，生火，你看，他在帮奶奶生火，他在帮奶奶生火。生火是什么意思呢？生火的话，你一般需要火柴。你看，你需要火柴，然后把火柴点着。然后可以去点纸，也可以点木头，然后让火升起来，就叫做生火。生火。Chip 做什么呢？Chip 帮奶奶拿来一些木头。木头，如果你有壁炉的话，你需要生火，你还需要木头。Chip 有很多的问题。奶奶，这个房子里有鬼吗？Chip 问。鬼是什么呢？鬼就是那个让你害怕的东西。就是鬼。Chip 问：“这个房子里有鬼吗？”奶奶笑着说：“这世界上没有鬼。”奶奶觉得这个问题真有意思，世界上没有鬼。孩子们和奶奶坐在壁炉旁，壁炉旁旁边，旁边，他们坐在壁炉。你看，壁炉，坐在壁炉，这是壁炉。他们坐在壁炉的旁边。奶奶在烤面包，烤面包，烤面包，面包，这里面包，烤面包。这样，他们可以配着黑莓果酱一起吃。对，你有烤面包，你还有果酱，你可以把黑莓果酱抹在面包上一起吃。Beef 在喝茶，喝茶。Chip 在做什么呢？Chip 在一旁玩游戏，你可以说玩游戏，也可以说玩游戏。
因为我是北方人，所以我说玩游戏，你也可以说玩游戏。 Chip 在玩一个叫鬼屋的游戏，啊，是一个房子，这个房子里面有鬼，但是它不是真的，它是一个游戏 game， 是一个游戏。他很喜欢这种让人有点害怕的游戏。你喜欢玩什么游戏呢？我喜欢玩电脑游戏，但是你喜欢玩让你害怕的游戏吗？让你害怕的游戏。所以 Chip 很喜欢玩这种让人有点害怕的游戏。睡觉的时间到了，睡觉的时间到了。 Biff 和 Chip 一人拿了一个毯子，毯子，毯子。 Chip 还拿了一个手电筒，手电筒。手电筒这个词非常的有意思，因为每一个汉字都有意思。手，手，电 ，electricity， electric， 电，筒是什么呢？筒就是长长的，是一个形状，叫筒。手，电，筒，手电筒。Chip 又问奶奶：“这个房子里真的没有鬼吗？”奶奶笑着说：“别担心。”这个房子里没有鬼，因为世界上根本没有鬼。看来 Chip 是玩了太多的鬼屋的游戏，他晚上会有点害怕，他晚上会有点害怕。Biff 和 Chip 睡不着，睡不着。Biff 有一个好主意。你看到了，好主意。他在想什么呢？就是他想到了一件事情。他说：“诶，我有一个好主意。什么好主意呢？”他想给 Chip 开一个玩笑，开一个玩笑。他把被罩套在头上，这就是被罩，被罩。他把被罩套在头上，然后。在被罩的下面打开手电筒，打开手电筒，然后呢，我是鬼，我要吃了你。 Beef 学着鬼的叫声，你看这是谁，这是 Beef 啊，好恐怖啊。你看 Chip看上去很害怕的样子，他看上去很害怕的样子。 Chip 被吓了一跳，被吓了一跳，但是又觉得 Beef 的玩笑真好玩，太有意思了，真好玩，又害怕又好玩。就在这时，他们听到窗外有呼的叫声，呜呜呜的叫声，是什么呢？ Beef 说，那是什么声音？不会是鬼吧？看来 Beef 也有点害怕了， Beef 也有点害怕了。他们打开了窗户，一看，这是他们的窗户，他们打开了窗户，一看，原来是一个猫头鹰，猫头鹰。为什么叫猫头鹰呢？鹰是一种很大很大的鸟，是一种鸟，鹰。猫头，猫就不是猫咪吗？喵喵。头，头，有一种鸟，它的头长得有点像一只猫，所以叫猫头鹰。好，我们继续。吓了我一跳，我还以为鬼在叫，哈哈哈。 Chip 大笑起来，他大笑起来，他一开始很害怕，后来发现
啊，原来是一只猫头鹰，吓了我一跳。可就在这时，Beef 和 Chip 看到花园里有一个白色的影子，有一个白色的影子。天哪，那是什么？有鬼！Chip 吓得一下关上了窗户，关上了窗户。他太害怕了，他一下关上了窗户。Beef 和 Chip 飞快地跑到了奶奶的房间，大叫：“奶奶，奶奶，外面有鬼！”可是奶奶不在房间。奶奶，你看，奶奶不在房间，这是奶奶的卧室。奶奶的卧室，奶奶不在房间。奶奶的卧室很小，你可以看到她有一张床，床上还有一本书，还有一本书。床底下也有很多很多的书，还有一个大箱子，还有一个大箱子。墙上有很多的照片，有很多的照片。我猜这个人应该就是奶奶年轻的时候。奶奶年轻的时候，Biff 和 Chip 跑到楼下找奶奶。奶奶，你在哪儿啊？你看，奶奶不在房间，所以 Biff 和 Chip 跑到楼下，下楼。他们下楼，跑到楼下去找奶奶，可是奶奶也不在楼下，奶奶也不在楼下。这时，门开了，门开了，走进来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人。你看，这个人穿着白色的衣服，Beef。和 Chip 吓坏了，是鬼进来了吗？Beef 和 Chip 想，他们两个想，啊，原来那个穿白衣服的人不是鬼，是奶奶。奶奶，我们还以为你是鬼。奶奶笑着说：“我怎么会是鬼呢？这世界上根本没有鬼啊。”奶奶一直都说没有鬼，对不对？奶奶去做什么了呢？奶奶原来去院子里，去花园里找她的猫咪，去找她的猫咪。奶奶给 Beef 和 Chip 一人倒了一杯茶，一人一杯，一人一杯热茶。我这里没有鬼，但是我这里有两只小怪物，就是你们俩，哼，小怪物。原来奶奶觉得 Beef 和 Chip 才是这个房子里的小怪物。孩子们和奶奶一起大笑起来。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故事，巴黎。探险之旅，你来过巴黎吗？你知道巴黎是哪个城市吗？你可以看到，在这张图上有一个法国国旗，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是关于法国的。是法国的哪个城市呢？街边的这位画家正在画一个建筑。你知道这个建筑叫什么名字吗？好，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吧。孩子们，今天学习法国巴黎这座城市。老师告诉孩子们，这张照片是巴黎的凯旋门。如果你一直在收听我们的故事的话，你还记得这几个孩子的名字吗？这个女孩子她叫 Beef，这个男孩子叫 Chip，他们两个的好朋友，一个叫 Nadim，一个叫 Amina，他们今天在上课。
老师在讲关于巴黎这座城市的建筑。这个建筑就是凯旋门。凯旋门。孩子们还学习了巴黎其他有名的历史建筑，比如埃菲尔铁塔。这个铁塔非常的有名，中文的翻译是埃菲尔铁塔。你知道埃菲尔是什么吗？你可以看到这里有英文的注释，法语叫 La Tour Eiffel， 中文叫埃菲尔铁塔，是音译过来的名字。妈妈来接 Beef 和 Chip 放学回家。Beef 带回了一张埃菲尔铁塔的照片。妈妈，我们今天学习了巴黎的历史。Beef 说。这张照片真棒，妈妈说。你可以看到Beef 和 Chip 的身后，其他的孩子手里好像也拿着照片，也正在给自己的爸爸妈妈们讲今天学到了什么。Najim 和 Anina 来 Beef 和 Chip 家玩儿。Anina 带来了一个埃菲尔铁塔模型。模型的意思就是它不是真的，但是它的样子非常非常像真的。它比真的埃菲尔铁塔要小，所以呢叫做模型。Chip 说，我有一个好主意，我们来画法国国旗吧。他拿了一大张白纸，几张废报纸和一些颜料。你可以看到 Chip 拿了一张很大的白纸，这张白纸的下面垫着几张废报纸，就是不用的报纸，叫做废报纸。孩子们开始画法国国旗。法国国旗有哪三个颜色呢？分别是蓝色、白色和红色，蓝、白、红。突然，魔法钥匙亮了，孩子们知道又一场魔法之旅要开始了。你可以找到那个魔法钥匙吗？啊，就在 Beef 的手里。Beef 手里拿的这个钥匙正在发光，因为它是一个魔法钥匙。Beef 一边在空中旋转，一边叫着：“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我还没画完法国国旗呢。”魔法带孩子们来到了一个小镇，这里的人们穿着19世纪欧洲人的衣服。他们的衣服可真有趣，这个地方连一辆汽车也没有。我们一定是穿越到了很久以前， Chip 说。孩子们来到了这个小镇。这个小镇和现在的小镇有点不一样，因为这里没有汽车，而且人们穿的衣服也和现代人穿的衣服不一样。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人戴着帽子，女士们都穿着长裙，很长很长的裙子。而且这位先生留着长胡子。而且你可以看到在这旁边有一家店，上面写的咖啡，是一家咖啡店。你注意到这张图片上的国旗了吗？是的，这是法国国旗。所以孩子们来到了法国。我知道我们在哪里， Beef 说，我们在巴黎，快看那些法国国旗。阿妮娜特别兴奋，太好了，我们可以一起去找埃菲尔铁塔。纳丁问一位警察先生，你
您好，警察先生，请问怎么去埃菲尔铁塔？警察先生说，我没听说过这个地方，这儿没有埃菲尔铁塔。阿妮娜问一位餐厅的服务员，您好，请问您知道埃菲尔铁塔在哪吗？这位女士说，我没听说过这个地方，这没有埃菲尔铁塔。毕夫说，我知道为什么人们不知道埃菲尔铁塔了，因为它还没有被设计出来呢。就在这时，他们看到一个老先生正在拉一辆平板车。你一定学习过汽车，公共汽车。这是一辆什么车呢？这种车有四个轮子，而且非常的简单，就是四个轮子加一块板子，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平板车。你们能帮帮我吗？我想把这个车拉上台阶，但是我拉不动。孩子们帮老人把车子拉进了大厅。老先生取下了盖在车子上的布。这是我设计的模型，老人说。这是什么模型？纳蒂姆问。这是一个巨型火炬，老先生说，它将比巴黎任何房子都要高，人们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它。你们看，这是巨型火炬的展示图。孩子们在大厅转了一圈，他们看到各种各样的设计模型。这是一个设计比赛，我知道哪一个作品会赢，最后肯定是埃菲尔铁塔赢了。Chip 说。老先生开始为大家展示，人们在几公里以外就可以看到这个巨型火炬，我只要插上插座，火炬上的灯就亮了。老先生把插头接在电源上，这个黑色的部分就叫做插头，这个红色的部分因为接有电，所以叫电源。把插头接在电源上，砰的一声，火炬上的灯炸开了，整个火炬倒在地上。老人坐在倒塌的火炬上说，这个火炬有点问题，我得想办法把它修好。你可以看到，来参加展览的人们的帽子都被刚才爆炸的火焰和冲击波给炸坏了。阿妮娜有个好办法，大家快来帮忙，我们一起把火炬扶起来。孩子们不仅把火炬扶了起来，还把它颠倒了过来。阿妮娜说，你看现在这个模型像什么？毕夫对老先生说，它真像埃菲尔铁塔。我有一个建议，您为什么不把巨型火炬变成一个塔呢？阿妮娜问，请问您就是埃菲尔先生吗？太棒了，老先生兴奋地说。还没等老先生回答阿妮娜的问题，魔法钥匙就亮了起来。魔法钥匙把孩子们带回了家。我猜那个老先生就是埃菲尔先生，毕夫说。纳蒂姆说，没想到是我们帮助埃菲尔先生完成了设计。Chip 带回了一枚
很小很小的法国国旗。这真是一次让人难忘的巴黎探险之旅。